术璀璨之作，伯爵的执着追求。2022年7月18日 ，Piaget 伯爵官宣王俊凯成为 Piaget 伯爵品牌代言人。优雅亦不羁的理念香气，释放出百年品牌的时代新彩。匠心亦是艺术，自1874年诞生以来，伯爵一直秉承永远做得比要求的更好的品牌精神，以高超的技艺不断挑战精密的机芯，使伯爵在超薄机芯领域作品迭出。其中1960年推出的12P 自动上链机芯便是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。除了匠心精神的继承发展，无拘无束的创新更为伯爵增添了艺术的美感。1964年伯爵首次推出采用青金石、绿松石、黑玛瑙、虎眼石等宝石制作表盘的系列腕表，惊艳世人。诞生于1979年的 Polo 系列便是以马球运动为灵感创作的运动休闲表款经典之作。时代在发展，伯爵也在锐意创新，不断展现出新时代的光彩。王俊凯官宣海报中佩戴的 Polo 系列 G0A46009 腕表，18K 玫瑰金表壳与蓝色调镂空表盘的邂逅，尽显优雅亦不羁的雅痞风格，华美亦是璀璨。对于伯爵而言，珍贵华美的珠宝不仅是奢侈的配饰，更是个性化的艺术表达。伯爵不断突破创意界限，以优雅的形状、细腻的光影效果和极具表现力的图案，使每件伯爵珠宝作品幻化为一曲女性优雅魅力的颂歌。 Extraordinary Light 系列是跟随夕阳余晖追逐熠熠繁星璀璨的浪漫， Wings of Light 系列是以繁华世界的生动与美妙打造了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奇遇， Sunlight Escape 系列是用优雅色调与流畅光线诠释了极地之美，Possession 时来运转系列是每一次转动与惊喜不期而遇，耀目华彩的宝石和高超的精密技法让每一件作品彰显出动人之美，传递着伯爵品牌的普世情感，以品牌精神铸就美好未来。王俊凯无考察期直接空降 Piaget 伯爵品牌代言人，伯爵的挚爱源于什么？是心怀梦想不畏羁绊的勇往直前，是优雅沉淀挑战高峰的执着追求，是与伯爵永远做得比要求的更好品牌精神的交相辉映。从仙子坡走向世界，从农场走向工坊，对卓著的执着始终推动着伯爵不断前进。未来王俊凯也将与伯爵共同撰起品牌新篇章。